哦，那你报身份证？对，418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一下，等等一下。来，那你报身份证？对，418。协助你们对不对？对，他那个脚趾头裂开了。脚趾头裂开，好。对对，可以帮我叫一个救护车吗？好，救护车，好。哎，学长，你帮我叫个救护车好。三圣医巷这边刚刚有一个帮忙协助的民众，那脚趾头受伤。啊，本文局昨晚深夜执行快打勤务，临检辖区某 KTV， 在包厢内盘查一名男子的时候，该陈姓男子虚报身份证字号，被我们同仁识破。我们当场查出他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，于是要给他逮捕的时候，陈男借酒壮胆，疑似口出秽言。他现场的朋友适时的制止他，避免造成二度的妨碍公务案。